はい、今日は皆さんに私の、生活を見ていただこうかと思います。生活見てないじゃん。生活じゃない、仕事か。まあ今日の一日の仕事を見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思います。看着办吧。无所谓，他们不会看的。无所谓。原来是开车上班，但是最近太忙了，没时间开车。因为开车的话，我没法看手机，做别的事情。嗯，对。所以为了节省时间，现在做。每天看那个出租车就打的去的。介绍，这是一个团建的时候拍的。啊，对，好，太临时了，行，好嘞，那这样的，这是拍华为的时候拍的。我稍后把地址发给你，然后上面的东西。拍大凉山的时候拍的。你到时候如果收到用户，被批过吗？什么东西啊？哇，全然用心的那个。一次打没打呀？だから見せてる、見せた理由としては。当然，不要问我。好，不要问我，可以拍，但是不要问我。嗯。意思是不要问他问题。不要问我问题，你为什么写这个？这是什么意思？不要问我。但他的这个，你碰到天敌，我告诉你。然后他很认真的问什么？为什么不能问问题？这个也算问题啊。流星君もすごいイケメンですけど、それはお母さんが美人なのかお父さんがイケメンなのかどっちなんですか？いやー、どうなんですかね。小梁那个小梁妈妈漂亮吗？妈妈漂亮啊，是吗？啊，妈妈很漂亮是吧？很可惜啊，她不出镜。
后我现在啊，这是我的妻子赵平，现在在那儿。请问竹内先生，学生时代谈过恋爱吗？学生时代谈过恋爱吗？啊！记我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没有。这是因为我喜欢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她我被她甩了。我表白了，但是颜值不够，所以被甩了。对，但是我的好多朋友就谈过恋爱，但是高中的时候就没有。对，所以当时高中的时候特别没有受女生的欢迎，所以我的裤子全都留下来。毕业的时候，你们不知道这个文化吗？知道是吧？日本的学校高中初中毕业的时候，女生跟喜欢的男生要求能不能给我这个裤子，这个裤子不是裤子，裤子。所以受女生欢迎的男学生的裤子全都没有，毕业的时候。所以我在日本高中初中的时候毕业典礼的时候，我的非常好的朋友特别受女生的欢迎，所以我跟他一起回家的时候，他的裤子全都没了，但是我的裤子都有。这是我的目的是就是互相了解就可以了，我的目的不是中立友好，中立友好有点假，我的感觉就互相了解，就是第一步是了解，不要第一步是以直接友好有点假，对吧？先了解之后，如果真的喜欢他的话可以友好，可以友好，但是现在没有了解的情况，所以先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互相知道了啊，他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才开始到底要不要跟他搞好关系，怎么怎么样，这是一个成年人的关系，所以不要一开始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不要直接友好，这个有点假，就是为了互相了解，拍，我住在这里的理由也好，好久不见武汉也好，我们和这份公司的拍所有的作品都是为了。世界了解中国，中国人了解世界，为了这个了解而拍纪录片。陈磊导演，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うちのお母さんはあのファンです。あ、そう。サインお願いします。お母さんのファンですね。あ、お母さんのファンですね。はい。はい、わかりました。他刚才说了，他的妈妈是我的粉丝，所以他跟我说能给我签名，啊，就是能不能让我签名，然后我同意了，我当然可以。私も。啊，给你，但你到底是不是我的粉丝？私もあなたのファンです。真的。啊，谢谢。